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空，愿力颠倒梦求纪念，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波罗揭谛，菩提萨婆云霄三藏主。现在以藏文念诵心经。天龙觉卷卷成佛道，教主圣卑卷卷成佛道。天上的上摩那瓦谢朝为却卷那么多地地面成佛妙宝，杨迪斯成就三宝三宝成佛，泡泡现在是王主罗。舍利多杰波罗地界前面说舍利波罗地界波罗地界波罗，康拉拉谢罗杰波罗都成佛，三宝成佛成佛，地道拉宝朝的天宝宝道，成就三宝三宝成佛，泡泡现在是王主的菜当天宝，舍利多杰波罗地界。这里不是一波这一波嘛，看到一些人也把人都羡慕，什么这么这么这么，那么那么瞧的，父母我不得到了呀，让心结多么那么样，多么结束，到无数多么多么你说，一些蛮人多么你来讲，说些蛮人喏，对心都错我当，对些当对些当，那么些我呢？我些人我得到我的，我蛮人我忙啊，我真忙的了。小罗妹妹，小罗，小罗的跑路都先把老天经那点生老就把妹妹找把妹妹，今朝来的行动娘娘来代表，他儿前途提速弄那么些呗。三姐他们姐讲，小罗的跑路都先把老天经，杨大伯做呗，漳州多我们做吧。三姐说得到为难，小罗的跑路都先别我，日把先别我，老娘妹妹我，明年把大娘妹。我同你说嘛，你准备拿电报写报查的，写了的跑路都前面，我没把带啊他，搞得搞得，巴拉搞得巴拉，三搞得不得说，
Shadabu, 今天 先对你们讲解佛法整体的概要，那些在场有许多华人的法友，希望我为你们讲解《释量论》第二品。我接受到这方面的请求。综合报道师在正道哥的时候有说到。 事故具智善悦者，当以敬礼智慧目，信于圣教求圣解，不为敌者所引导。确实，《释量论》所诠释的内容是非常深奥的。 而且在《释量论》第一品的时候，又说到众生多住庸俗论，尤其无有般若理，非但不求诸善说，反由嫉妒起嗔恚，故我无意为此论，正能利于他人。那我这个《释量论》 传承是来自库纳拉玛的东西，那这个的藏意其实它并不是非常的准确。按照范围来讲的话，即便我无意为此论，真能利于他人，应该是这个意思吧？确实，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强而有力的。多数的众生，像是现在来讲，我们大部分都是 把内心的焦点安置在物质要如何发展的一个领域上面，所以众生多住庸俗论，都是讲八卦之类的事情，尤其无有般若理，因为他们缺乏智慧的缘故，尤其无有般若理。那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主流的宗教，这些主流的宗教都一致说到要心存善念，要善待他人。 尤其是纳兰陀所流传下来的这一个法脉，更是以智慧作为抉择的法脉。那只要自己的智慧能力还有的话，就好好的将其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到最大的效应，由此来了解真相。因为调伏内心的方法就是透过真相的认知才有办法的，所以透过智慧的一个辨别， 让我们去了知真相，调伏内心。这一种的传承，这一种的传统，确实是非常博大精深，非常善显的。那这个在纳兰陀的佛教传承里面，有非常明晰的解释诠释。非但不求诸善说，反由嫉妒起嗔恚。 故我无意为此论，真能利于他人。然心常乐习善说，故于此论生欢喜。
过去在西藏有许多无论是学过大教典的，甚至于不学大教典，他们觉得说四量论好像是专门做来辩论、争论的一种工具、利器而已，也有这一种的想法，曾经有过。所以中道师在他的《正道歌》里面，曾经有针对这个现象做诠释。那中道师自己非常的注重辩论，还有四量论的这方面的量学的内容。你们知道我现在讲的《正道歌》的这个用词吗？在哪里？这不是正道歌的词，对对，是这个。那所以很多当时候有许多的人认为四量论只是一种用来辩论的利器而已。如上所说，如同隐记所说的，当时候有许多人会有这方面的错误的见解，但是文殊师利当时候对陈那直接的授记说，这一个你所著作的极量论会如同众生之眼，打开众生之眼的利器，所以这是一个极为博大精深的善说，你务必要完成此极量论的著作，所以叫做能见世间善去净脱眼，徘徊有道疲倦气息处，善乐根本恩泽上师尊，少许努力能及大智量，随喜善业佛说最殊胜，尤其自己往昔所造业，远离骄慢，若生大欢喜，为喜所造善业倍增长。这是正量论的记文记句，所以可见中道师以前在世的时候，当时有一阵子确实有一些人是排斥四量论的，可见那时候他们学佛的方式最主要是以法会啦，或者是修护法为主，对大教典是完全忽略的，曾经有这么一个现象产生，那觉得量学只是单纯的来去排斥外道所说的内容，对解脱之道没有帮助，可见那时候有一些普遍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中道师自己不持有这种的想法，却认为四量论等量学的著作这些的典籍是有助我们解脱之道的，所以对此非常的关注，也认真的学习。总之从导师释迦牟尼佛起，一直到现在的所有的巨量上师，还有这些具有成就的大师们、论师们，无论是导师当时候在转四谛法轮，或者是之后的无相法轮，或者是三专法轮、善则法轮、善变法轮等，都是以逻辑推论的方式来去论证其论述的。所以我平常有这么说，初专法轮、四谛法轮所诠释的内容是以是圣谛为主，这个呢就是佛法的最基本的基础，尤其是说到此是苦地、此是极地、此是灭地、此是道地，这时候是以四谛的属性而诠释四谛。那这四谛呢要如何去做取舍呢？而说到知苦、断极、正灭、修道，而说到了这四谛如何取舍、如何修持之理。那这一个苦，我们要了解的这个苦，要知道这个苦并非是自信而有，以自己的力量而有，所以叫做知苦不可得知，断极不可得断，正灭不可得正，修道不可得修。所以四谛的属性、四谛的作用以及四谛的果实，三种不同的角度而去诠释四圣谛。
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具有智慧的人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内容。已经送朝的话，共产原点上面叫后边原点上面叫上面叫不到第七遍，那么密码上面那么到心都缺乏。释量论等量学的这个典籍，有时候虽然受到世人的忽略，但实际上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量学等典籍里面，唯有透过量学所说的这样一个逻辑和推论的方式作为器具，我们才有办法作为一个利器，我们才有办法运用这样一个工具来去建立基道果的论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道师非常精进的去学习量学的典籍之后，中道师自己在正道歌的时候说到，这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现在这一个时代佛法正在衰退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以逻辑推论的方式来去建立佛法的论述，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量学典籍的工具了。不是说啊，因为佛说了，所以你就要无条件的接受，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要跟他们讲解其背后的理由为何，以逻辑的方式跟他们分析。而且佛自己都为佛弟子说了，你不要无条件的、不经观察、无条件的接受我所说的。你们佛弟子们，你们应该先观察我所说的话，再来接受。佛自己也说，也如此的教诫佛弟子们。可见在佛教的传统里，学佛而言，分析检视观察佛理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其他的主流宗教是以信仰为主，可是那兰陀的法脉不只是信仰，更重要的是对真相的观察所产生的信仰。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学发展非常的快速，所以这些符合科学精神的具有客观态度的这些智者们，他们对佛法的教理为什么会感到兴趣的主要原因，也说是因为我们这一个良好的传统。那就以量学而言，确实佛教的典籍是最广泛的，在其他的主流宗教里面并没有如此广泛的量学跟心理学的内容。那心理学而言，就以我们健康的角度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所以无论我们有没有宗教信仰，有也好，没有也好，即便是科学家，大家都是需要心灵的健康的。因为当你的内心获得宁静、平息、安静、安宁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随之健康。如果你时常愤怒，那你就会失去内心的宁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内心的宁静是由什么因素而干扰的，那这个的对治力是什么？哦，就是要透过慈悲来去减缓我们的愤怒，令心获得宁静。其实这一点科学家也证实了。所以在佛法的教育里面有说到了心存善念、心怀慈悲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心怀善念、心怀慈悲，我们才能够对治令我们内心干扰的愤怒、嗔恨，进而的让我们的内心获得宁静，令心获得安乐。那不止心获得安乐以外，身体会获得安乐。如果内心安乐的话，你睡得也可以更好，不是吗？如果你的内心一直随着愤怒所转，一直随着贪欲、贪婪所转，那你只会转过来又转过去，转过来转，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可是你的内心非常的安心、非常的宁静的话，你睡眠呢也可以马上入眠，睡得很好。可见内心的安乐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透过外在的药物会让内心获得宁静的影响力是少之又少，最主要的还是从内心里面去承办令心宁静的主因，那也就是不要把生活的焦点、生命的重心摆在自己的身上，应该把生命的焦点摆在所有他人的身上。这个呢，对内心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会让我们的内心非常的安稳。我们大家都想要追求和平、内心的宁静，可是真正的宁静是来自于心存善念、心怀慈悲，这才是让内心宁静的主因，这也是世界和平的主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世界和平，可是我们明明嘴巴说要世界和平，可是却不断的在制造更先进的武器，这是矛盾的，这是悖论的。因为内心里面有了愤怒、有了贪婪的话，自然就会造出伤害的行为，自然我们就想要制造更先进的武器，那这样的话就无关世界和平了。在这世界上有70亿甚至80亿人，那这一些这所有人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只想安乐不想痛苦，不分你我他都是一样的。而且从出生起，每一个人在每一刻每一秒都是想要安乐的，都是想要幸福的。而且出生起，我们都是在母亲的关爱下才有办法成长长大的。现在我想跟印度的这些教育专家一起讨论，还有这些大学的教授一起讨论，讨论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从小在母亲的怀抱起，我们是需要爱和被爱的环境下才有办法长大的。这时候慈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直接能够感触的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可是随着我们进入了学校接受教育，慢慢的我们的焦点变成安置在放在物质的发展上面，而忽略了慈悲原本的价值，我们出生起最直接接触的这一面。所以这一种的忽略导致我们缺乏幸福感，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尤其在教育界里面。所以我想要到德里的各个大学跟这些的教授还有教育家们一起讨论如何去提升世人们对慈悲的价值观。这个无关宗教信仰，只是单纯的就以心理学的角度来去做分析，什么样的因素会干扰我们的内心的宁静，像是愤怒、贪婪等，这些会干扰我们内心的宁静。无关宗教信仰，就单纯的就以心理的现象做分析，我相信这么去推动甚至于健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话，对
广大世人是有帮助的。所以在圣域印度里，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很兴盛的传统，叫 Garuna 的传统，就是慈悲心的传统，还有 Ahimsa 就是非暴力的传统，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非暴力在圣雄甘地的时候已经对世人展现了非暴力的精神和非暴力的价值，在他的一个政治运动里面，他为世人展现了非暴力所带来的价值和影响力，由此让美国也好，非洲也好，越来越多的人去追随非暴力的精神，透过非暴力的这一个运动来去获得自己的一个政治需求，引起世人对非暴力精神的关注。其实我们要知道，非暴力的起源是来自 Garuna 慈悲心呢。慈悲心，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有也好，没有也好，即便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言，慈悲心也是需要的。心存慈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要跟这些的教育家还有这些的教授们一起讨论如何推广，在一个无关宗教的情况下推广慈悲的价值。所以在印度里面已经有上千年的慈悲心的传统，那这个慈悲心的传统在其他的主流宗教也一致重视。那其他的宗教他们会说到有造物主，那所以最主要是以信仰为主，不以逻辑分析为主。可是纳兰陀所流传下来的佛教的法脉，他们在推动慈悲的时候是以逻辑分析的方式而去推广慈悲的价值观的，不是以信仰的方式去推广慈悲的价值观。所以在此我想要跟各位呼吁的是，我们大家要多多的去关注要如何提升内在的慈悲，还有如何提升慈悲的价值观，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关注。那我也这么做啊，为此我尽最大的努力来去推广，而且会继续的做下去。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每一天一醒来我就思维菩提心，这个对我的内心有很大的帮助，让我的内心的深处不只是宁静以外，会产生极大的勇气和心力。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会觉得啊，他们真的很可怜，我都不会产生愤怒，几乎没有愤怒了。所以可见慈悲心、菩提心的思维对内心宁静的建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它会带来内在的一个无比的心力和勇气，而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觉得说这是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心存善念，心怀慈悲的话，我们终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种的勇气和心力永远不会退失。我跟我的朋友们一直这么说，只要心存慈悲，心存善念的话，我们的内心就会一直有着宁静安乐的祥和的感受，而且我们可以在一个保持宁静的心的一个现况上去努力的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些的人说到达赖是分裂者、分裂主义者，所以和排斥我和反对我，但是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人听到我所传递的消息，他是一个和平的建立者，内心宁静的创造者。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里面，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关注我所说的话，对我的想法有所改变。所以要建立世界和平，要建立亚洲和平，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心存善念，心怀慈悲。那为此佛法的这方面的相关的论述值得你们去学习，因为这是非常的博大精深的。现在要为你们讲解《四量论》。
量学。对学佛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利器，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坚定的信仰。量学的典籍里面，像《四量论》的第二品，又说到量位无器质，而且在《极量论》里面说到了敬礼成量欲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这是《极量论》的礼赞文。总之，在此说到，是以逻辑分析的方式来去建立导师世尊是巨量世夫。那这一个世夫是否为巨量世夫，最主要是透过他的思维、他的表述，而来去针对他表述的内容来去做思维观察，来去确认为他是否为巨量世夫的。像是导师释迦牟尼佛是巨量世夫，因为他显示神通，这个对量学的学者而言是不合理的。那针对量学的学者而言，导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巨量师父？因为他自在的诠释宣说了缘起的道理，是以这种的逻辑的方式而去建立导师世尊是巨量师父的。所以量学的利器帮助我们去建立慈悲心的价值观，让我们愿意打从心里自愿的去实践慈悲，透过实践的慈悲让我们心存善念，让我们打从心里面真诚对待他人，让我们的内心获得宁静。所以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有也好没有也好，慈悲的这个品质是从出生起母亲就亲自的手把手的教我们的。那这一颗种子务必要让它成长，要让它茁壮，这点很重要。如同刚刚所说的，希望你们的铭记于心。所以在这世界上，如果世人们真的想要追求和平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每一个人都要心存善念。所以佛法的传统，尤其是那兰陀佛教大学所建立的完整的传统而言，他们以非常严谨和深奥的逻辑来去建立慈悲的价值观，这个跟前世后世无关。哪怕是今世的安乐而言，今世的幸福感而言，无论是自己的幸福感或者是家人的幸福感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慈悲的。所以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为建立自心的慈悲而努力。四量论的著作前的承诺写得非常好，如同刚刚所引用的。而且第一品又说，中法比分辨，是因比为三，三不生定故，四因为所余。这是第一品的第三句偈文。谢谢。那么是留意吧。现在要念的是第二品。快点留着，不落刺。那第一品念完了吗？留意吧。好，接着念。好。从那是流通落刺的知道吗？看。我们在之前的华人清法团有念完第一品吗？没有。他们请求从第二品开始讲起。第二品，量位无期智，量指的是无期狂之事。那期狂不期狂的这个解读会随着中义的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读。总之一般的通俗的说法来讲，就名言上而言，那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所以会有时候会看错。
所以七狂看错，就是所看的跟真相不同的时候，就产生了七狂。量位无七智，安住能作意，不欺生意耳，显示所欲故。说者能作尽，何意觉显明显？于彼生是量，意性非有因，源于已取故，不须彼世俗，觉是正量性，说取所舍事，转趋彼主故。总之，生与的这一个动作，最主要是源于主因心事，心也就是所谓的动机。那随着动机的不同，像是贪婪、愤怒等，所以所带来的生与的业，都会产生不同的属性。有有尽各异，觉证各异故，彼有此有故，而自证自体。由名言是量，论事遮于蒙，显不知异耳。证知自体后，总相是因得，意味于自相，不知所知故，观察自相故。世尊具是量，未遮无生者，论说成为故。所以在此说到了成量的意思，所以成为巨量是夫，也是由众多的因缘，而并非无因或者骤然而有的。这绝对并非是由造物主所创造的巨量因缘，所以说成量，成为量，巨量是夫，巨量是夫。是随着悲悯慈悲之心和真相的认知的因缘的观待而成为巨量师父。论说成为故，代立量因理，量非有常性，达有是量故，由无知有所知无常，彼不坚信故，有依次生者，常生非理故，不可观待故，谁能饶意故，无常亦非量。住行行差别，即能作意等，即成或无余无欲，复是疑惑性，随有无加持。行等如欲成，有彼所彼度，彼是正理性，意识所成就，身同无异故，彼度则非理，如灰雾，彼火，非尔则陶丝，制作陶瓶等，作泥团形故，以蝶亦彼作，所立所行故，国种亦能力，细数各异故，说亦过果同，种类别所成，由风生种之种，成立非正理，如说语言等，牛故是有角。依他说欲故，诸生皆非无，有彼故成义，一切成一切。以此而观察，解彼罗等派，由无常等故，亦说无心等。即破彼死故，而说具足心。若是体不成，此理若成就，别不成无害，如身亦虚空。身虽不成立，事成即成立。如佛对修流说身等能力。若彼性无物等，身虽不错物，知能力有过。由是成事故，行故有手故，力有脚即相，此身之所全，是许非欲说。如彼是是因，即何时非因？由何即彼因？故不许非因。由机切等系，黑者伤及欲，无系属诸物，何不计为因？这一呢？这一面工作，我们从这些的运动的道理，自信无差别，亦不可能做，常则无遮故，功能亦难知。
有何成何性？既于未彼因，则于一切果诸因应无穷，能生苗地等性转便是因。若彼善修智，见彼差别故；若如根净和，无别是觉因。此如是非耳，彼亦有别故。诸别别无能，若性无差别，何亦因无能？故成有差别。故个别无能，何则有功德？是因自在的，则无非别故。量之不限亦无彼。在此说到了量，巨量是夫，并非是由常因而有。故说量之不限亦无彼能力故，因众修非有，有作如是说。于不知而说，诸恐错误者，未修彼说故，寻求具知者，故应善观察，伴彼所修习，此能知从数于我无所需，了之取舍性，及其诸方便，许彼为定量，非了之一切。谁能见缘否？要见所欲性，若见远是量，当来依旧鸟。能力由修悲，所以为什么佛是巨量是夫呢？所以在此说到了很重要的理由：能力由修悲，觉依一生故，由修无所成，非可破依故。最初受生时，呼吸根觉等，非不带之类，唯从于生生。所以在此说到了为何有前世的道理。所以我们的前世有在前世，心事的续流是没有开始的。那因为心事续流无始亦无终，所以只要努力的去改变我们心事的话，心事会随着无终的续流而获得改变，让我们成为巨量师父。太过故现见，皆有皆续能，彼为有何事？又有无何事？于后无结续，何处不产生思思等众生？全无彼地等，故一切种性，故根等不带，自类四道种，如一转变时，皆变无别故。诸根一损，一觉非有损，此变则现见，彼等一转变，故觉住所依，有依于觉性，是诸根是因，是故根从觉。有如彼能隐，后亦当如彼，有彼是亦故，说亦异于身。若无根非觉，彼亦非彼无。如是互为因。所以在此是做到了初分的心事。如是互为因，故互是有因。从无次第者，非生有次第，非别亦无待，从生次生觉，彼亦显次第。其前前刹那是一一刹那，先无者之因，是故一切时可见其为因，后心与余心皆续有何为？彼罗汉后心有何许无续？岂随此宗派量不能一也？若为离彼因，此宗何不说？如彼觉取故，亦非从有根，身是能异故，亦非从一切无心，故非于一因故共住。如根如色味，由一门转变，常随彼转故，由有能饶意，彼因故第七，即说延伸故。有时于心绪，亦容能饶意，如彼等火等为尔非彼遮，余生安住时，心因无遮灭，
有彼，有乃有，彼自在转故，彼呼吸非彼。若无堪，若无勤功力，由和风呼吸，由彼等心衰，因得为盛衰。彼等过亦同，心因则不同，于安住能矣，亦许是因故。若如诸物等，故为生非因，有死过退时，则因能复活。若如火虽灭，心变不复还，亦彼亦不退转，不然有异故。有令生变化，有不复生，有不复生者，有可还转故。如火于心经，初虽小不退，所作可还者，彼当能复生。如今坚硬性，说非少可依，能治难得故，或受已尽故。若仅是病患，则无不可医。死毒等遮故，彼咬亦可止，亦可结游离，变坏因，彼何不复活？因轻无变异，则诸有因者不能使变异。如泥无变者，则品等无异。若是无变异，彼是有变异。此彼因非理，如牛、青牛等，心与生异耳。彼从具有因，生果，则共住，与火与融同，有无无一故，非耳有诸因。此是一，此无一，离住无余故。是于即彼因，彼于是何为？因成无所患，若即有患因。彼亦同上过，助因复何为？若为欲坏因，之间彼死助，坏事是法性，由此无害故，助因何所为？若为如水等所依，此亦同。诸事刹那坏，是彼是相续。如是声音故，是为彼所依，不耳则非离。障碍流失故，是水等所依，无形者得总业等何用依？由此于和合，即有和合因种类等诸性，无一故浅遮，故浅，故皆浅。若是由于坏，彼助因何为？彼无余而坏，助诸助因无能。有一皆具助，有生皆有一，故一切有事有死因不坏。若是自坏性，彼于何能住？若非自坏性，何用于能住？生无所增灭，由觉用差别，慧等能增灭，灯光等诸一，则非有此事，有彼此能胜，非不易于心。有时贪欲等，第二品如果能念完的话也不错。但是好像还蛮多要念的。那我想要这样跟你们解释吧。所谓的心事，为了要好好的理解，可搭配无上密的粗细之心的论述而说，而解释，而知。像是我们的感官觉受根识，就是非常粗分的心事。那意识比起根识而言更为细微，那意识又可以分不同的粗细的层次。我们说到了见、
增德。见有三分别心，增德总共有80分别心。那在这个80分别心过后，只会剩下最细微的光明心。我们所谓的住持心法，安住于持心法当中，也就是正在最细微的心现起，光明心现起的时候，以光明心安住在空性上面，专注在空性上面，这个叫做住持心法。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亲眼所见的现象。听说莫斯科大学的这些心事研究的专家科学家们，他们有一个团队跟我们德邦寺有合作，所以在 Bangalore 有一个中心，研究中心，他们正在做研究这一个住持心法是怎么样运作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现象。那以我们大教典的说法是，透过心的不同的粗细的层次的认知，以最细微的心来去转为道用，也就是见真得80分别心遮止之后，或者停止它的运转之后，就会现起最细微的心，用最细微的心来去专注于空性当中。这时候我们最细微的心是并没有离开身体，所以让我们的身体不会老化，即便已经宣判死亡，所以不会老化，仍然保持非常鲜活的状态。那无上密所做的这方面的诠释的确是符合真相，所以遮止初分的心气的运作，让最细微的心气现起，这时候几乎没有观修，只有止修。观察修那时候是完全没办法做到了，只有办法做到安住修或者是止修。可是在还没有现起最细微的光明心之前，可以透过专注的一个观察和视察，随着这一种的牵引之力，让我们在见真德之后，最细微的光明心现起的时候，安住于空性当中，将这个光明转为道用，最细微的心转为道用。这一种的诠释是非常的细微的，也非常的深奥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努力，都是有机会的。74句，现在念75句。灯光等诸一，则非有此事，有彼此能胜，非不易于心。有时贪欲等，以壮等增长，是从苦乐生，彼从调适等内意进而生。由此说何等，使退思念等，由内意差别，生觉使变故。如有续差别，由闻猛虎性，即见流血等，便发昏迷等。故定由何性？作用随转心，彼物则不生。故事依于心，如依止于心。听闻等诸行，于心时明显。如是无一故，身应显功德。犹具着足我爱，非他有情影。欲得乐舍苦，受身必列处。于苦颠倒觉，爱父为声音。若谁无彼音，彼即不复生。若不见去来，根不明不见。如因目不明，不见轻为烟。虽有生息故，或有无执爱。如水与金拱，不见故非无。手等摇动时，一切因动故，相为之业用。于一不可故，于则应成义。不见故非无，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
于一不可作，于者因诚意。一复一切复，或不复因见，一染变因变，或不变因知。故一俱非有，若多则如前，无别不为故，因不能了之。无差别不成，有别是根净，故非是为成。由此亦遣除，谓无能。帐等水银与金杂热食如何见？根等别无能，如何而了之？犹具此过同，若为金与汞，犹具能见者所依，无可见，由何能了之？为色等俱为，若许有假力，是则觉因异，如何明常慢？意句比字体及诸言说外，具数业等体，于觉无所限。生智是源于随意事而行，分别假利益，欲如功德等，以灭即未生。若许此事假，由何因许彼？彼喻一切事，何不许彼因？若为非皆假，亦差别为主，由何若无意，亦则因无意。非因有余意，百等俱数等，其身非一门，若彼亦余意。得时因无别，虽非有余意，由遮分为意，如业非实生，由诸说是生，具足彼数等，如意而说者，是简别于法。唯欲知彼许，余皆无所引，有说只之句，如意法而说。虽只说一意，未引一切故，而言只具足，许是说有法，作如是言说。舍色等能别，遮非共果因，而作平生转，故非言平生。作一所依生，此是言种类，与言具差别，彼种作为之。言平之色等，显彼能差别，于此于因说，无于是因者，离一之亦非，各是功能性，因顿深重多。多性相同故，呼吸非能定，一意因显多，彼因常住故。若非众多因，非见无别故，即于一习请一缘多义故，非由彼决定。若一觉之多，彼即成顿之，无所相为故，见义因不知，无有差别故。若即非自类，实习多刹那，是如是心因。无惧次第因，彼如是惧次，前自类为因，最初因不生。如是因非有，身习亦经故，有意定成多，故觉因顿生。时多一时者，是一心之因，习动为落等，缺一因不生。倘随有是因，是亦因有别，若此从彼意，不亦非彼果。是功能定故，一为是一因，由贪着于意，是则无功能，不远他意故。
再次说到，前世后世可随着心事的粗细的不同而了之。若为先从身顿身起诸觉，后由自类定其身之功能何故而折止，生灭非一故，心因单独住，若心续住因，不为彼因转而作其之分，岂止是五处是生于身因，未破彼之事，即因不可得，说非能决定根等是有余。前根于自类，现见诸功能，见转故于余，诸身亦成立。若彼从身生，犯如前过失；若从心于身，亦应从此生。非由离因故，诸最后心等，皆无相续，无相结续，故彼力有余。由修虽增盛，如跳及水暖，非能越自信，若所作复虚。观待勤功力，或所依不坚，殊胜不增长，非如是自信。亦彼诸功能，于诸后殊胜，无伴功能故，亦非常住故。虽增非性故，若能所修作不复待勤力，余力转增盛，心中悲悯等修身自然转，如火等于心，水于阴，雨金等。故从彼等生是性生功德，故能使功力厚厚转增盛，是从前同类种子长真增长者，悲等诸觉心修习于何处，跳者非如是，从跳生于跳，彼因力勇力勤勇功德决功能决定故，跳是决定性。出跳非如后，彼身为逆故，弓箭除为逆，安住自立性。非从自种生，若自种为因，无逆平损害，心成彼体性。如是前前修心法悲悯性，即离贪觉等，是于显根本，由修彼悲性，如离贪贪焉。由悲摧苦故，勤修诸方便，方便生彼因，不现彼难说。由教理观察，有苦性差别，当了知苦因，彼无常等性。如是因安住，不见果遮故，未摧彼因故，当观彼逆品，了达因性故，亦解彼逆品。在此说到，了解心的不同的属性。像是爱我执，他的一个反对方，他是一个对峙，就是爱他之心。所以爱他心越强的话，爱我执就会减少。了达因性故，亦解彼逆品，有我，我所执有为为行径。贪爱是其因，彼之能害者，见无我相为，众相多方便，尽常时修习。于其德思相当能即明显，心意明显故，有因习气永断，能忍为利他，胜出灵欲等，亦故修方便，须彼是大师。成就先起故，说此二为因，因断具三德，是为善去性、善事性。非苦所依故，是善见无我，或从彼家行生起过菩起，说此复退转断我减重故，是不退转性，彼地一体性。生语心出众，无烦恼无病，于说道不明，修故无余断。有说余等故，过失非永尽，
影遮相犹豫，故事错乱因，常故无变故。或变无之故，为何变计说诸过失无尽，有因故有修，因对之尽故，有了之因性，知彼亦成立。确实是如此。了解了真实执着的过患之后，透过对自力的升起，真实执着的力道会越来越衰弱。透过了知真相，诸法的真相并不像表象所显示般的这么的真实客观，这么的自信。透过这样一个真相的认知，去衰退真实执着。所以有因故有修，因对治禁故，有了知因性，知彼亦成立。救护者宣说亲自所见到，无果不忘语，具足悲心故。所以巨量四夫，他必须要注有救护的作用，那救护作用来自于悲悯心。具足悲心故，凡一切所作为利他行故，已故是定量，复次救护者宣说四圣谛。苦流转诸运，由修习现见贪等明显故，非是随欲性无因生为故。有错乱故，非风等之法，若为性杂故，无过则彼法，与法何不见？那今天大概先念到这边好了，149句。剩下的明天再念。今天先念到这里。那今天已经结束第一天的讲法，如同前述所说，佛法是能够被观察和检视的，因为只要你愿意深入去研究观察的话，它是有很多博大精深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所以佛法的传统不是只靠信仰而已，绝非如此，而是透过逻辑分析的方式去了解真相而建立信心的。那所以这时候量学的典籍就是一个很好的利器。那就以量学的一个中见来讲的话，是属于经部的中见。那所以唯识和中观的观点中见在量学的典籍里面是看不到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搭配着中观的典籍去了解什么叫做所有的属性和作用都是在明示施设当中就可以坦然安立。那这个呢就要去学习中观的典籍，像是现在西方的量子力学的这些专家们，他们也说到了表象跟真相的不同，看似所有的物理皆有其定律，但是这个是微宏观的现象。但是到物理的一个微观现象的时候，没有任何物理具有定律。那所以说到了表象和真相的不同，所以中观应成派也是这么说的，表象和真相的不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陆中论说，若为自相一缘生，谤彼即坏诸法故，空性应是坏法因，然此非理故无性。受罗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无可得，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这两句偈文说得非常好，所以陆中论所说的这一个中义值得我们去深思和研究。那平常有在思维空性的话，而且这一种思维空性的时间随着时间而拉久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如是的功德，如是慧光放光明，遍达善有本无生，如观掌中按摩的由明言定入灭定。
就会觉得灭地的这个功德是迟早可以承办的，这是我所期待的。我希望能够获得灭地，而且我期待今世可以获得像是灭地相应的这种功德，相应灭地的功德。我现在只是缺乏什么达皮波舍那这方面的一个功德以外，就以观修而言，确实我花了不少的力气在这一个观修上面，在止修上面。如果能够获得什么达皮波舍那的话，那已经有了菩提心的基础之上，在建立了什么达皮波舍那等的这一个止修的功德的话，我的今世就可以获得加行道。那获得加行道的话，我就可以获得见道，那见道就会获得灭地，这是我所期待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念诵心经，说到了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这个就不是言辞上的一种表述而已，而是实际上确实可以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生命里，而且我确实也获得这方面的一个自信和把握。确实酒席不成意，此事定非有，如同入菩萨行论所说的，只要努力的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努力的去修行的话，内心绝对获得改变了。只要自己持之以恒的话，一开始都觉得念起来都不顺的，最后你会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不经思索的就可以念出。同样的心也是如此，只要好好的每天去思维菩提心空正见的话，后来可以不经努力和勤劳就可以自然的想起。那我们从小就学习大教典的内容，大教典的这个精髓是我每一天都去思维的内容，那让我的心相应大教典所说的菩提心空正见的内容。所以当我在念诵大教典的这些经论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所说的内容仿佛是一个立体般的呈现在我的面前，这是你们可以做得到的，只要努力的话，务必坚持且长期的精进。所以若为自相一缘生，放彼即坏诸法故，空心因是坏法，然此非理故无性。色罗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无可得，是故不应外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定义。于真实性以合理观自他身皆非理，彼观名言亦非理，如所即生由何成？那是什么呢？如印象，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何非不有。于彼本空影像等亦具一起具彼形象是，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心中亦得生。这是我每一天所要去思维的内容，只要自己透过努力的串习，让它成为一种自然现象的时候，那这一些的思维会变得非常的坚定，而且自然任运的发起，那对空性的这个自然任运会帮助我减少自信执着，所见一切仿佛是幻化般，如梦幻泡影，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有相同的人生，都有相同的人脑，那我们都有辨别是非的智慧。那希望从今起，你们不要把生命的焦点摆在物质如何发展的这个领域上面，好好的安置在菩提心空正见等大教典的精髓的内容上面。那这样的话，这种莫名的不需要的负面的执着就会减少，正面的思维就会产生，爱他心会提升的同时，爱我执会减少，这个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无论见到谁，骗虚空的所有的有情众生，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因为他们被自信执着所操控而产生悲悯心，悠然的产生，悠然的升起。所以希望在场的诸位，你们务必要将菩提心空正见视为你们修行的重中之重，而努力精进。谢谢，明天再见。明天还有吗？对啊，明天再见。
一则补充的话，刚刚真正引用的这些寄句，如果你们想要了知其内容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打六个字“观音尊者常用引记”了，引用的记文，打八个字“观音”。